先，麦克风测试，麦克风测试。自己忘记开声音了。喂喂喂。OK， 看来有声音。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吧。Hello Hello， 奇怪，我们家的猫跑哪去玩了？摸一摸，它就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不管它，趁它不来骚扰我。昨天我想的今天是要干嘛呀？我好像今天是打算……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个光点？我有点好奇。要不我们先去看看旁边为什么有个光点吧？哎，等一下，那光点代表的是李克在那里吗？那我是不是不要去找他？不要去找他麻烦。我想来这里看看，这个能不能捡？所以我现在要一路往，往边走。不知道哎、欸，看到时候情况吧。猫咪跑出来了，栗子你在哪里？栗子嘞？好，还在后面，没事。我一代我好像有完成，我记得我一代好像是有完成的。这边应该往下，让我看看，哇哦，哎，我们是不是说要去找那个 NPC 升级那个？哎，还是我升级过了？我升级过，只是我忘了，是吧？我应该升级了吧？下，先下去。喂，在上面的话，我用。在那个位置的话，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个位置我怎么打比较好呢？这样子吧，跑酷关卡哦，我觉得这种挑战我肯定拿不到啊，所以如果挑战也要算的话，那我肯定拿不到百分之百，因为我觉得我根本过不了挑战啊。挑战对我来说也太难了吧？这里还是不是有？这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啊？不然它为什么这边会有个这么大的锅呢？结果里面就没有东西吗？这个也太诈骗了吧！哦，原来是上面有东西。哈哈，它都壳掉了，兄弟！原来你居然是一只寄居蟹之类的生物吗？现在
我来看看这个地方，这个点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要先往右边走。哇！擦擦擦擦擦，痛痛痛痛痛痛！好，然后在这个地方，我要垂直向上。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地方就是我要垂直向上，看看。完美，这样这一区的东西我应该是拿完了。接下来传到这里来。好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往上走，来拿这一颗。对啊，其实我这个游戏的收集比那个刺客教条好100倍。刺客教条那个收集就让我完全没有兴趣收集。但是这个游戏的收集，它就刚好难度也不会说太高，然后东西也不会说太多，刚好是你可以接受的程度。这才是聪明的玩法嘛。我要一路向上爬。然后呢，向左，向左以后向上爬。用这个好。再往上爬。哎呦，怎么有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刚刚？哦，可能是那个……等一下啊，这个我要怎么下去？这个我要上去的话，我要这样子啊！就在这里。就在上面，那我就不欺负他过不来呗。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垂直向上，实际一点，还是用这招吧。真的，像这种地方清地图就很快乐。我们这样一路清上去，好快乐呀！哎呦，痛痛痛痛痛痛啊！痛痛痛，但是有点痛啊！痛痛痛！
看看哦，欸，我是要往右边走。哇塞，是插电我就死在这里了，吓不掉。哦，好，有些不够。这个家伙也太讨厌了吧！碰嘎。然后我看看哦，这边有，哎，刚刚不是有一颗吗？看错了吗？还是老老实实的这样子吧。哇塞，等下这什么情况？好，这上面有两颗。像还有一颗在旁边，在旁边，大家在这个地方，看看我怎么那个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在那个位置有点难搞，我想一下。我们在这边垂直往上丢一颗，然后哦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有这个传点，我可以不用过这个环节。我记得这个环节超难打，超难过的。还好我有走过一次，我可以直接传上去。并且我这边的不知道拿不拿得到。哇，等一下。你不是要打我吗？可恶，骗子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怎么过的呀？我想想看，我那个时候，我这边怎么过的呀？等一下，到另外一边去吗？是从这里过的。哦，我想起来，我这边怎么过的？我这边用那个火箭把我送上去的。我想起来。这样我们已经有这个了，哎，我要不要冒险到旁边那里去
捡旁边可能有的东西呢，但是我觉得好冒险哦，我还是先，我还是先进去这个任务点好。先开门。这应该是倒数，我觉得应该是倒数第二个环节。就这边走完之后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黑暗的地图还没有开嘛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倒数第二个点。我猜啦，在我的猜测之中。我们家的小黑我们都还没有打那个尖霄里克呢。哎，怎么穿到这个地方来了？这个地方是啥情况？没有吧，不至于吧。我跟他可能要死一个。每一个经营数都有光的技术，每一点光都有灵数的海报，光少的容器就渺小不堪。你说哪一个？尖霄里克吗？还是小黑？哈哈，啊，真的很少有听到人在过妇女节快乐的，但我今天真的还真的有收到讯息，怎么妇女节快乐的？很少，很久没听到三八妇女节这个东西了。这个地方居然有这么多箱子，让我感到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圣树小黑吗？他的确是个可怜的娃儿。微弱老去，无法照亮心中的光。微弱是指那棵圣树吧？于是光就粉碎了，只剩下幽光，那咋办嘞？啊，这边就是听故事，是吧？刚是不是有什么？哦，抓取物件。因为很久没有听人在讲三八妇女节这个东西啦。今年突然有人在讲三八妇女节，才让我觉得好罕见哦。就好像我们也很久没有听到青年节、植树节，也是啊，因为没有放假。如果三八妇女节全国女性放假一天的话，对。精灵深受，精灵不就是我们吗？这一只一只的不就是我们吗？深受衰落的折磨。我们还要面对现实，228就是用来庆祝的。没看228连假，到处大家都在出去玩，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游乐园之类的。那两天不是台南奥莱台开幕吗？然后新闻都在报，对啊，新闻不是都在报那个。因为 Outlet 开幕的关系，所以一堆都在那个排队要进那个购物中心。欸，我想下来，为什么他不让我下来？哦，这边是墙哦，我还以为是可以走嘞，全部是墙。这边为什么我要特别放这个啊？好奇怪，哦，我不懂。等一下，这该不会是等一下会有大逃杀的意思吧？不然我想不到理由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放。这种东西给我踩，我记得有一年
不知道哪个那个游乐中心，他就用欢度228，然后鼓励大家去参加那个什么什么身份证尾数有2有8的，可以打折，就被骂个要死。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不能说，但是其实大家都是用来庆祝、用来玩的一个活动，不觉得很那个吗？就你不能讲，可是事实就是廉价，大家出去玩这样。那难不成我们要抱着哀戚的心情出去玩吗？这也不可能啊，对吧？所以肯定大家都是很开心的，耶二八，没错吧？对啊，这种东西就是你不能说，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。格列克的建造者知道破镜重圆，他们将最脆弱的幽光守护在此，森林心脏光将再次变得完整。加上我们收集的那三个光点吗？那等一下尖枭里克会不会出来给我们捣蛋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旁边有没有东西？去旁边看一下。哦哇，哦喂，哦啊啊！先存档。然后，哎，那这样子我们从这边掉下来，那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没有东西吗？这边是没有东西的吗？好像不是，可能是没有吧。这个是一只不知道什么生物，还有四只手，三个眼睛。哦，它的心脏里藏了一个幽光。通常就是办一些仪式啊，就你不放假，但是你由就是总统带头办一些仪式什么的之类的。我的光因为灵树微弱的死去而衰弱，如今我将再度变得完整。是这个球的说话吗？它叫做塞尔。微弱在等我们，我们必须启程。微弱不是没了吗？圣树不是没了吗？我现在是要把它塞回那个树里面去吗？哦哦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从地心窜出吗？这，等等，先让我看看现在是要这样，先让我想想是要往右，哎，这里下面有东西，这里下面有东西，好吧。我就说肯定是因为有，我就说肯定是因为接下来有这个淘沙，不然他没理由设计成这个样子。吃掉了我！啊，我啊，痛！我现在因为情况很紧张，我没有办法。看你们说了什么话。哎，哎，
我刚应该用漂浮对吧？但是因为太急了，我忘记了。吃掉了啊！被可怕的从地心窜出的大怪虫吃掉了。强求他不是啊！骗子，那居然不是墙啊！啊 ，no！ 哇塞，太惊悚了吧！No， 这里居然要连续冲刺！这里这个连续冲，有点考验我的，有点考验我的技术啊！我觉得我会被那个柱子引诱，但我其实我根本不应该上柱子，我应该沙子冲出去就直接接下一个沙子。好像不行，我应该是啊 ，no， 我应该要上那个柱子，我应该要上那个柱子，对对，我要上对面那个柱。我一直被那根底下那根柱子引诱，我一直忍不住踩底下那个柱子，但其实我应该只要上面那个柱就好。哎，这花黑盆。
哇塞，兄弟！休息点的吗？我刚刚其实早就已经差点被吃掉了，刚刚能够冲到那边已经是我捡到了。真的很刺激，因为我跑太慢了，所以怪一直追在我后面，看起来特别特别有追逐的感觉，对吧？冲啊！这简直就是那种什么，你知道那种动作，那种动作大片的那种感觉，那种怪就在你后面啊！不要！给个喘口气吧。这里是不是其实可以休息一下？等一下，我为什么那边被压扁了？天哪，我好累啊！我觉得我挺厉害的，但还是好累呀！啊，救命啊！啊！喘一下，喘一下，喘一下。
这个地方真的，我觉得这边应该是让我休息的点，只是船下冲啊！我上次是不是就死在这个地方？哇塞，会跑哦！哦，啊！天哪！啊，天哪！啊！天哪！我都要断气了，我的天哪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天哪！哇塞，我们跑了那么长耶，我的天哪！喊的我都累了，我只能说，喊的我都累了。先刻一包龙角散。我们要送他回那个树，是吧？我们哦，那我首先我想拿刚刚这个我没拿到的这个，所以我现在决定爬回去。你自己玩的时候应该也是很刺激，只是太忙了你感觉不到。我要来捡这个，哇塞，通通的，真的假的？不要再跑酷了吧？不跑酷什么都好说。能量爆表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差不多可以迎接我们最后的环节了。我在想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等一下我们先去哪，我们要到这里来。没那么快吗？可是有总进度这个东西吗？我看一下总进度看哪里啊。我觉得我剧情跑差不多啦，总进度看哪？选项。没有啊，我这边看起来就是零零啊，我这边看起来没有啊。我这边看不到总进度哎。没有哎，看不到很多。不是啊，啊，现在就是我觉得已经快结束了啊。你不是说没那么快？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实际进度在哪里。我看看哦，我现在，现在出去是不是刚好跟旅客面对面？兄弟，你看起来不是很友善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就要 BOSS 战了吗？这么快吗？
生气了！什么？它是有翅膀的吗？我以为它只有两只骨架。现在是要怎样坐这个风飞上去？这边可不可以直接跳过去啊？你说最后关卡是什么？是刚刚那种虫吗？噔，特别的难，真的吗？我的天，你又吓我！不是吧？不要难吧？这是电梯向上。哎，这是什么好莱坞大片？在电梯上打斗？这种还好，不要带盾牌的，我讨厌带盾牌。啊，你打超多次，那我不是完蛋？喂，两只是什么意思？真的假的？等一下还要切换副武器，什么鬼？我什么时候有副武器了？你跟我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？下面有东西的感觉耶！哇塞，这是什么？爆炸幽浮？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等一下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对，这个有点突然。哦，上面有一个矿石，但是我不是已经收集满了？我不是已经盖满了吗？我要矿石干嘛？哦，好可怕哦！我看一下这边我该怎么办啊？嘿嘿，他刚好打不到我哎，这应该是让有一些人拿不到的那个矿石的时候，他可以用这个去补吧，我在想。但是我有矿石啦，哎呀，所以我用不到呀，哈哈哈哈！哇塞！这个地方我应该要装弓箭，会比较好打。哇塞！等一下，太过分了吧？这里面不没有路我有点好奇。应该没有吧？啊！
上面好像可以传送、欸，那我好奇的上去看看。哎、欸，冲啊！啊！再次。啊！动嘞。喂，这是什么鬼？我可能要拿到可以向上冲的技能，我才进得去。不然我进去就掉下来了。我的推论应该是正确的。哈哈，让朝任意方向发射，你说的向上冲就是这个技能吧？是哪一颗啊？等一下，炮弹跳跃是不是这个？哈哈，没错，就是它。这样子，我都甚至不需要用那个，不需要用那个。讨厌！喂！这岂不是代表只要我的能量够，我就可以一直噔噔噔噔噔，我就可以一路狂跳吗？这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哇哦！哦，他是不是只能跳一次？但是只要我落地一次，我马上可以跳第二次，应该是这样吧？你吓到我了。这个底下是有东西的耶，是吗？哦，没有，是没有东西。我先要去哪？我要到这里来吧。哇塞，等一下，这有点痛。这个我应该要垂直上升。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挡住我啊？它会挡住我吗？可能会。我等一下，哇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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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可恶！我要跳到这里来，然后我再上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不行？对，为什么不行？
边不能踩吗？那所以我要直接到这里来咯。先看一下地图，应该是没错的。出现了一座天梯，石头天梯。我都忘记这两个火机了。欸，我还有一块那个黑暗的点没有去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先把那边的东西走一走？这个感觉好像是 ending 了，欸，好恶心哦！还是被什么寄生了吗？我的天！但这边没有储存点，我是不是应该要至少先走到储存点？我是不是应该先至少走到储存点，然后我再……哎，这里面是什么情况的呀？里面是什么情况？这些东西太讨厌了，旁边感觉也有东西，冒死去看看旁边有什么。这个东西碰到我应该会死翘翘吧。哎，这个水可不可以踩啊？原来不行，不行，他不早说，可恶！他早说我就不会下去了，骗子！这个我应该不用再拿一次吧？还是不用？我只有一次机会。过去以后，我要马上往。旁边那个球应该可以踩吧，它不会把我坑下去吧。嗯，看来我要到这里去。好痛啊。按到了，哎，我按到了。一下子上去之后，没有不知道我在哪里，看不到我自己。啊，看看啊，现在我要甩到，我把自己甩到哪里去？旁边那个是看起来不太像可以走，哎。我旁边看起来不像我可以走的地方啊。嗯，我没了。
们又不太像可以走啊。是说旁边不知道是通向哪里，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冲啊！这在这里没有，在这里没有三段跳，这岂不是要你命？就跟你讲，三段跳这个技能，晚买不如早买，因为你迟早是要买的。这肯定要甩出去的。啊，通通通通通通。但是我们根本用不到那么多攻击技能啊！哇塞！哦，好好，我看一下这边该怎么办哦。让我们飘，飘，飘飘飘飘飘飘，飘飘飘飘飘飘飘，跳。嗯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出来他哪里那个了。我们绕了一圈下来，所以上面这是我们，上面这个口是我们刚下来的地方吗？不是，是这。哦，哦，这里可以走哎。这个水，这个水被污染的这个水，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再沿路走回去。OK， 然后呢？我们离开，我们是有地方可以存档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刚刚是从这里来的，所以我们就算离开，我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存档啊。旁边这个看起来有点恶心黏黏的，这个到底可不可以走啊？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哦。等下，上面这是通往哪里？我们之前去过吗？上面我们好像没有去过，让我检查一下哦。哦，让我检查一下。喂。耶、yeah, ，是存档点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看到情况不对，我们就可以随时跑路。哎，这里居然有个卖地图的，你怎么来的？啊！他居然不收我钱！他居然不收我钱哎、欸！想不到他居然是一个有良心的商人。啊，我想看哦。其实还有蛮多任务没有解的，我很怕我要是解一解，然后我的任务解完了，然后我这些没有解，那我岂不是很尴尬？
重建你，我重建我竟然没有解干净吗？怎么可能？哦，破关我还能继续解是不是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想说，我要是没有解完就破关了，我岂不是很尴尬？好吧，现在我该冲啊 ！No， 这里居然不给过，可恶，坏！看看这个玩意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是一个海胆吗？呵呵，好玩好玩，拜拜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我被巨型海胆袭击啦！但旁边好像有东西，我有点好奇。Oh no！ 好奇心还是一只 Ori。我就有点好奇旁边是什么。还是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好像都是一样的。那我先解这个好，来都来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不是传过去那边会有个什么火炮飞弹什么的？我要把那个火炮引过来。哇塞！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死亡陷阱吗？这是什么死亡陷阱？像那个我这样拿不到哎，等一下，让我好好的思考一下。我肯定是要走一圈回来才有办法。我肯定是要走一圈回来才有办法拿起地下那个的。现在呢？先给自己拿一口。哎，等一下，旁边这个发光的是什么情况？这是我可以打他的意思吗？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我有一招会爆炸的光球，这个应该可以用吧。然后呢，我再把召唤回来。啊？这里什么时候有一个门的？等一下，上面有一个休息站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？啊？啊？等一下。
这玩意它会是一个飞弹吗？照我的推论，我应该是要引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过去打爆那个，打爆那扇门才对。但是我这边看来看去，只有底下的这个玩意儿，可是它看起来，它看起来不像会移动，它看起来就是一个。定居在这里的海胆啊，太不靠谱了吧，海胆兄弟！会打他，会打他哎！但我打他有什么用呢？把这个海胆兄弟给做掉了，然后呢？好吧，做掉一个海胆，我也许是有比较开心，但是。这对我的现况好像没有什么帮助。哎，救命啊！等一下，喂，太过分了吧！无限回圈可以这样搞吗？我直接用爆炸光球能不能炸到这个玩意儿啊？虽然说看起来不太像可以，但是我应该炸炸看才对。如果可以炸掉，那我去刚刚前面干嘛呢？果然是不能炸哎、欸。那果然还是还是我要用这个精灵重击，没有用哎、欸。看来这个要他们自己搞定他们自己才行。照理说这种情况，我们的线索应该要在这里啊，可他居然自己居然没有给我线索，这是不是很奇怪？对吧？弄死你个海胆！哇塞！哇塞，这玩意是不是过分了？原来这个海胆还可以这样子那个的、哦。可恶的海胆！想想看我怎么弄哦。
那我先来看看。这刚刚就给我一句废话，我也知道路被阻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上面这个东西好像黏黏的，好像不能走。喂，哎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没了。哎，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黏黏的不能走啊？猜猜看，好痛，好像真的黏黏的不能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喂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中陷阱了，到那个游戏画面外，等一下，他是不是生气了？生气，他生气。哎呀，这招很坏哦，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掌握你的缺口在哪里哦。聪明嘛。哎，我又，哎，我一直按到画面，好烦哦。坏家伙。算我，哦，所以这里是一个毒瘤点。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出去啊？等一下，我刚从哪里进来的？等一下，我刚从哪个进来的？这里进来，
那现在呢？我从这里走吗？这东西很看起来危险。哦，超痛哎！等一下。哦，也超痛哎。等一下，这个一直打我，这个一直打我，是不是下不去？上面这个口我之前哇塞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刺激呢？我在哪里啊？安全的，完全的，暂时安全的，先补一下。哦，血多就是有这个好处。好像打完一个以后，它会恢复一小部分，所以有一些我暂时过不去的地方，可能是要靠有一些我暂时过不去的地方，可能是要逐步解开的。我在想，那我看一下我的垂直下方是什么。这边我们是不是刚刚是从这里过的，对吧？所以这边我们已经走过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走过的地方，哎，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走过的地方就是这儿。下来就没了。哎，等等。这里我可能要借助一下，等一下，算了，不需要，我可以靠我自己冲啊！我
可以看我自己。我一直忘记哪一颗钮是那个。啊，痛痛痛痛！呀，先补自己一下。这边有个血球。三条嘛，这样子我们，但这个怎么拿我还是搞清楚，也奇怪，就剩三个，先下去看。喂，骗子，骗子，这里不能走，骗子。那他刚刚到底是打开了什么地方？这边我那时候看上不去，我记得这边那时候看上不去，这边我记得好像也过不去啊，奇怪，奇怪，吼吼吼吼，飘哦，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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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。救命啊！我想要原路出去，好像。这里我再确认一次，这边到底可不可以过？我记得，还是我猜猜看。哦，好像就可以过了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好吧，完蛋。好吧，所以是可以过的。就是要有一点小小的牺牲。先补满，先补满。我这个下去被电，我是直接串烧的。就是刚刚害我过不来的地方，这个家伙，这样子我很为难的呢。我先到底下去看看下面是什么情况。被这个电到，我是不是直接当场就没了？但有一个在这里耶，哎，我想一下哦。我刚进去是从哪里出来啊？
先补血。我在哪？被电到不是马上死就没事。也是一个陷阱。我感觉我在里面会被万箭穿心，被戳爆。被戳爆，好痛！再一次庆幸还好我血条够长。居然是连续技，啊，好，硬是靠着血条撑过来。我刚那个矿石，这样算不算我拿到？这我还好，这种我觉得还好，这种不是追逐战，可以慢慢移动、慢慢推的，我觉得就都还好。只是这边如果没吃到要重吃，就比较麻烦。这边我宁可在里面待久一点，不能出来被夹死。剩下这两个，看看哦。现在我要怎么回到这里啊？等一下，哎，我不记得我怎么。完，我不记得我怎么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一定肯定不是这里。我觉得我应该从这边走会比较好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，今天进度起来蛮快的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过了好多个关卡。明天我得研究一下最后两个怎么吃，先研究一下怎么回到门吧。我觉得我现在光是回到门好像有点困难，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弄。也还好，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好，是我可以接受的，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不是跑酷我都可以接受，跑酷比较累，而且我们现在有休息点，所以我们还可以很悠哉的回去把前面的这些东西拿一拿，我们还可以回去把它拿一拿。
还有这个东西我到底解不开的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到底解不开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，那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